什么梦想中的早餐店？那么短的时间，我要去哪里找这笔钱？祝你成功。能喝吗？可以喝很多次了啦，别人就口碑，不就传说的吗？你点的生蚝要煮过才能吃哦。其实你看久了还蛮可爱的。厉害的，他是头牌。当然啦、啊，他号称啊是牛郎界的草蛙哎，那先打招呼啊。每周六日晚间九点，我来是玉台头昏一百次。